我觉得他特别阳光，他每次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时候，就觉得这房间里亮，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所以，这些年来，虽然我拍了很多喜剧，渐渐的我也开始可能有一点悲观，但是和他在一起，其实非常影响、传染，让我这个觉得经常是会感冒。生活还是非常美好的，还是很愉快的。而且在休息室里头，有时候我看着他，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好看的。